又嚟到星期一晚嘅恐怖在笑，你听紧音乐系咪好激昂呢？唔好讲咁多嘢，嚟个天气报告先。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。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天气炎热。市区最高温度约32度，新界再高1-2度。你讲到出动咁嘅，系啊，吹和缓冬至东北风。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有几阵骤雨，随后1-2日骤雨增多。而家气温系27度，相对湿度93%。我讲 percent 系嘛？系咪先得太啊？哦、oh, ，sorry 系啦，公布今日嘅结果啦。今日嘅结果系母女在场噶，阿 Kimi 系不在噶。你揭照企起身，扭下条腰先。哇！喂，唔系啊，我都唔明点解大家咁中意 Carfi 条腰啊？因为女仔啫嘛，其实啊系嘅咩？系啦，唔系咁 Carfi 条腰系真系索嘅，23寸啊嘛，条腰都性感嘅。我条腰何止系澎湃添？系啊，迟啲有到新戏可能见到条腰嘅系嘛？见咗啦，诶、见咗啦，见咗啦，唔知见到腰咁大部分嘅。哇，正啊！连3点都要露2点，估唔到系你嚟嘅，真系估唔到。有人估到嘅，话俾我哋听。系，我哋送翻啲礼物俾你。搵翻到戏啦，应该有宣传海报嘅，咁就系我嘅。要讲出我俾人估啊嘛。系咯，咪总之系宣传海报啦，系电影嘅，咁啊你搵下啦。我估你有机会寻找到嘅，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留谂下。电影呢家嘢咧就好多时，因为我哋做电影公司啦，你都知啦，咁好多时候都会做一啲唔同嘅casting 啊咁样啦，帮女又有啦，自己做又有啦。哇，我试过做嗰个真系劲。嗰次系咩咧？咁啊，公司casting 唔知做唔知边套戏啊？好似就系我要我拍 poster 嗰张嚟嘅，跟住佢叫我去 cast 个角色啦，跟住话做咩啊？你啊 ，Cero 啊，睇呢个样唔识做戏噶啦，做傻仔、啊。咁啊，点啊？不如试下反串啦、啊，个反差大啊嘛。咁串咩？即系如好啦，反串啦、啊。我以为系 Soho 嗰啲咧，即系着条裙啊，喺度跳下舞啊咁嗰啲啦。佢话个反差都唔系好够大，你试下扮阿婆。真的噶，老哥，你只八婆仲要咩阿婆呢？行动不便，但是有少少健硕嘅。咁啊，话说个阿婆就去咗地铁站，咁啊，攞住台袋橙，啊唔觉意、啊，你个橙跌咗落地下，系，咁啊，成出执啦，咁啊系咪？咁啊执啦，执嘅时候，有个后生仔冲上嚟，霸捻咗个位。咁我究竟我狗前嗰个竞争系点样嘅咧？嗱，对白嗰啲系自己度啦，动作嗰啲自己冇纸啦，咁样就俾个对手我嘅，嗰个唔记得边个，总之舞台界啲前辈嚟嘅系，咁就话你试下同佢做个对手戏先啦，咁样系，咁啊做一轮，一埋去，屌你，拜拜，我唔记得咗啦，总之我做到系啊，系好街字，好夸张咁呢个，你咪做到舞台剧，即系好假，之前冇兴好假啲肥仔啲系嘛？咩啊？唔系，系咪系啲？用舞台喂，大家咧，其实有冇发觉一个现象咧？就是开始咧 ，Eric 仔讲嘢，阿力仔讲嘢，系冇人知佢讲乜嘢嘅。佢真系唔明白。今日呢个现象已经发生咗好多次啊，系嘛？你唔系禅师啊，系梦为大师。你想讲啲，我俾你讲一次啦，艾仔。唔系，即系咪做到好舞台剧 feel 去饰演呢套电影嘅里边嘅角色咧？好，投票，一系明嘅，二系唔明嘅，睇一多定二多啦。一就炒，二就唔炒啊。我真系我做咗义工好耐，我真系接受唔到你咯，柒头。我开始。跟唔到佢个大脑运作，我根本唔知佢去咗边度啊！我哋讲嘢唔好太远得唔得？近翻啲，抵翻少少得唔得？落地落地落地 ，OK 真系唔系喎，好离地，好离地。嗱咁其实好彩啫，嗰次无端端咁俾人考啦，点样做佢咧？好彩啊！我平时咧，自从加入咗呢个香港人网嘅组织之后咧，到嚟到而家又唔系啦，而家嚟到而家嘅 mmpoon.com 啦，啊，其实我都好专情于睇电影噶，系啊，唔系因为以前细个其实你好钟情于睇电影啊嘛，是冷淡啦，中文字咁上下用法嘅啫，佢都好离地嘅开始，佢都好离地。咁啊话说，即系其实我以前其实系唔系好入戏院睇嗰啲人嚟嘅，我系真系可能即系有时买碟翻屋企啦。咁啊，再衰啲嗰时打，你买碟系因为第二啲原因啫。咩原因啊？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？你咪贴地啲啊！屌你老尾！你今日做乜烂嘢啫？我同啲女仔话去我屋企睇碟啊咁样噶嘛。咁唔使噶，去屋企睇嘢都可以唔系买碟噶。
系咁讲啫。点解我识出黐线？贴咗地未？咁跟住嗰个时候咧，就有买有睇戏啦，但系都唔系睇好多嘅，即系可能见到一两套啱 topic 就去睇啦。咁但系自从嚟咗呢度做嘢之后，即系传媒业嚟咗之后咧，就发觉开始唔系啊，即系开始想睇多啲戏咧。你又可能一个星期咧就去咗唔知一都即系佢一你当系四套啦，一个星期上。咁你都会睇两套到嘅，即系约莫咁上下嘅嘢咯。你唔会即系追得个潮流贴咗啊，紧贴咗个时事同埋个抽筋波得唔得？我冇就睇到咩你遮捻住啊！你个 P I P， 我而家睇到遮住嘅。咁但系呢期咧有一套嘢咧我都未睇嘅，我都有谂过想去睇，系咩咧？系机械人打怪兽，系啦，就叫 Pacific Rim 啊，呢个环境太平洋啦。Rim 其实点解啊？有冇得解？个环啊，环太平洋。哦，系啊，系啦。咁啊，我同阿 Carl 睇咗嘅。咁啊，头先听过都有只山 check， 就系个主题音乐啦。咁样，我啊觉得咧呢套戏咧非常之好睇嘅。但系唔好讲咗戏度先，我觉得艾仔非常之劲嘅。系明明一个咁澎湃、咁激烈嘅机械人片嘅配乐。佢講到好似死人咁，係，所以佢最後為咗配合翻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主題曲啦，即係呢個背景音樂啦，因為鬼佬片嚟噶嘛，所以講翻句英文嘅，我真係未聽過人報天氣係九十三個濕度係93%，係93%，即係293%係嘛，2%停咗，轉咗台啊？唔知點解？好啦，講到戲啦，講到戲啦。咁套戲我覺得嗱，劇情咧呢啲戲咧，我覺得唔使點睇嘅，真係。即系唔会讲得好仔细嘅，觉得，但系动作画面上面咧系交晒足气啊，系比个吹一十倍好睇啊，觉得，即系尤其喺香港嗰场戏啦，嗰场即系喺个海维多利亚港度打怪兽几好睇噶，都，之后我咪讲咁 detail 咗嘅。系阿叔，你系咪迷失咗啦？你讲咩啦？开始都系嗰句啦。窗屋嘅朋友咧，可以决定炒唔炒佢嘅，即系其实呢个节目唔系讲大把戏噶嘛，系咪？大把戏喺隔篱台，唔系啊，我系讲人讲戏啊。喂，最后结局咧，其实。你条扑街，冇人可能冇乜人太多人知啊，可能好正，我觉得好欣赏嗰个节目噶，唔好讲咁呢啲。咁但系成套戏入边，你即系除咗觉得嗰个打斗好睇啦，仲有咩特别你觉得吸引同埋？我冇噶啦，其实个机械人造型啊，啲怪兽同埋打吸引到我，其他吸引唔到我噶啦，其实掉得噶啦，系因为咧今日主持人都冇嘢讲嘅，所以节目就去到呢一度啦。我咁嘅咩？你想讲咩咧？其实我都未想讲乜嘢。嗱，我真系要讲一讲先，呢个真系 topic。是他开的，好啦，个头是他想讲这件事的，然之后讲完到戏题话打得好啦，好睇嘅，系，拜，我真系觉得打得好睇，冇其他嘢值得注意喎呢套嘢，除咗香港之外，香港我哋不如话件事，话个真相俾大家听众听，因为我哋咧好想继续咧，因为我哋懒啊嘛，系，咁啊想用炒冷饭啊，所以我哋想用翻上个礼拜五个topic， 唔系，上个礼拜五都冇讲过，唔系因为我唔喺度，系啦，咁啊 ，Kathy 又过嚟讲 Kathy， 讲星座啲嘢啦，咁啊既然都冇讲个夸张咯。系啦，不如今日讲夸张嘅，不如今日炒冷饭，系啦，讲翻啦咁样样，好啊，咁有人就话，喂，我睇啊嗰套 Pacific Rim Rim 啊，好好睇喎，喂，其实好夸张嘅，啲嘢攞嗰个嚟做开头，系啊，你踢啦 ，OK 喎，然之后我哋大家喺度谂，诶 ，OK 啦，你话得咪得咯，唔系，跟住我讲一句嘅，其实咧嗱，踢落去咧就好简单，艺仔，咁啊，不过海鲜汤圆我冇睇啊，咁你自己讲晒佢啦，咁样，你求其讲啊，哇，啲人打嗰啲机械人打怪兽夸张啊，丧打只手都唔会凹啊，咁样样啊，即系怪兽无端弹出水，哇，好夸张啊，咁其实已经有好多嘢都夸张啦，夸张咯，然之后无端只怪兽喺一个中环闹市高楼大厦无端匿埋，又可以冇人发现啦，都好夸张噶。然之后啲全部嘢啊，咪铺到落去讲我哋好夸张嘅事。成件事，然之后就话哇，啲机械人好好睇啊！唔系佢头先讲咩话？佢头先话啲打斗场面几好睇咯。打斗场面可以一睇。打斗同夸张有咩关系咧？请问打斗啊，因为你个人都几夸张噶，嗰啲演绎手法完全系离捻晒地噶。我仲记住头先个电话而家。乜嘢电话咧？头先有听恐怖在线嘅估紧个嗰个演员叫咩名？系咁我仲估紧。咁你同啲人打上嚟，你一讲我哋嗌恐怖，佢话在线有咩分别咧？我会讲话冇啊，其实有啲嘢好夸张嘅。系冇啦，你嘅你睇咗噶？我系睇咗。有咩特别好睇啊？我唔想讲。我屌你两个都一样嘅，鸠样嘅，即系住啊，嗌走啊，拜。好，起片尾歌。咁快唔系讲啲啦？咁你觉得点啦？阿卡，我觉得唔好睇嘅。点解？因为咧，我觉得成套戏都太哥斯拉啦。是即是由一开始有嗰啲有隻船，大家记唔记得美国嗰啲哥斯拉一开场都係有隻船先嘅。你讲荷里活版嗰啲。荷里活嗰隻哥斯拉咁样。然之后
其实咧呢啲机械人打怪兽片咧，我从来有一样嘢系投入唔到嘅，系因为佢实在太浮夸啦。即系机械人，你讲到我之前都问过大家一个问题，即系问过 Eric 啊，佢哋嗰啲打高达嗰啲咧，系其实两部高达咧，两个拳咧斗下啪，其实只手已经凹捻晒嘅，你打唔甩。喺套戏都有个北嘅，咁佢话嗰啲围墙咧，咪话好坚硬嘅，但系只刮两三秒就撞烂咗啊嘛。但系其实嗰啲质屌应该劲过部机械人噶嘛，但系啲怪打部机械人度咧冇事，系好奇怪。科学同埋力学嘅你识閪咩？系咁啊系，系咪解释咗啦？啱嘅，写故事啲嘢。咁呢个答案可以玩俾阿靠听。即系你有高达咩？屌，即系高达呢啲嘢。喂，咁即系撇除佢好唔好睇啦。即系其实我觉得咧。唔係，我覺得呢樣嘢已經好撚離地啦。即係一個鐵做嘅機械人，係咁喺度搏只怪獸，隻手唔撚斷嘅，唔撚凹嘅。我已經覺得呢樣嘢已經係超現實，太誇張啦，已經去到。但係似 Eva， 但有人話似 Eva 喎，所以我投入唔到。但係唔係話似 Eva 啊？成個故仔你唔中意？你知唔知 Eva 係咩嚟㗎 ？Eva 唔係鐵嚟啊，膠嚟㗎。胶系唔捻会凹噶，同埋有弹性会。咪捻住，有个咪住。边个边个话胶唔会凹嘅先？胶会凹，咁咪系咯。但系佢会弹翻上嚟嘅。边个话以前西瓜波大家玩得多啦？系嘛？白色噶嘛？唔系嗰啲硬胶啊嘛，一睇就知 Eva 软胶啦。我咁叻嘅技能，好夸张。喂，咁套戏真系好夸张，我讲到而家。系，然之后咧，其实咧，你唔使硬听噶啦，呢样嘢唔使再讲夸张噶啦。真系唔系即系唔系冇。嗰啲真系唔講，認真啲講嚟噶，即係撇除你又認真啲講，我睇你點認。撇除嗰啲打鬥嗰啲之外啦，即係成套戲有冇啲你係誇張，即係啱啊，可能拳頭打落去啦，即係正常嘅時候點樣都好，都會可能有啲損耗噶嘛。即係譬如電影上面咧，其實好多啲咁誇張嘢嘅，例如啲咩咧？例如之前睇超人，係撲你個街咁個超人行出嚟 ，Man of Steel，Man of Steel 係啦，行出嚟嘅時候揾啲乜嘢射佢都冇用嘅，子彈射佢又冇用啦，核彈射佢又冇用啦，火燒又冇用啦。嚟噶嘛？咁咪系咯，呢啲咪夸张咯，戆卵鸠去到地步系。唔系啊，你英雄永远都系要咁样样。唔通佢交代超人一中啦，哎，好痛添，不过冇事啊嘛，唔通？唔系，系啊，呢啲就系要描写个英雄系好劲啊嘛。你真系好得冇办法，系突然之间一个超人出嚟，哇，好卵型，企喺咗个地下，啲人开枪射鸠佢，一拍，哎呦！喂，啊，有威文吊下胶喎，屌 ，Eva 系胶嚟嘅咩？哦，收皮啦就，唔好理佢就。威文，你威文咧打上嚟，嗱威文咧 ，Eva 系超合金嚟啊，系咩？超合金系唔会，超合金系比铁夹万合嘅啫，系唔会甩嘅。唔系啊，超合金呢样嘢，超合金呢样嘢唔可以逆啊，摆喺其他动画度噶。我唔知啊呢啲，就因为我哋即系所有剧，即系所有戏剧效果一定要点解？戏剧效果一定要好睇咧，其实一样嘢要必须要一个元素嘅，就系一定要夸张咗佢。系你无论系夸张嗰个人好劲，定系夸嗰啲人嘅演技好夸张，即系譬如好似啱啱嘅低俗喜剧咁样咧。其实郑中基嘅广州人系嘛，定广东广西人系咪真系会咁样讲嘢咧 ？Hi 佬，即系咪 hi 唔 hi 啊？呢个牛欢 hi 啊？呢个牛屌嗰个 hi 啊？嗰个要讲翻，嗰个唔系夸张手法，写实，真系咁，真系写实嚟嘅。写实嘅唔夸张，因为你所有呢啲戏剧效果，你一定系要夸张先好睇噶嘛。系就系引发一样嘢啦。其实夸张喺呢个世界系必要嘅，系即系 must 嘅，系一定要存在。先讲电影世界先啦，即系你睇我有啲咩戏系真系佢拍得好骨啦 ，Man of Steel 啦，个英雄唔知点解写到咁 Q 犀利噶啦，系啦，即系。但系如果写到咁写实，你会唔会睇咧？唔系啊，即系你谂下，就算系一个好犀利英雄，我搵啲嘢。如果你咁写实，嗰套就唔系超人片啦。系咯，唔系啊，我就点样射你，你都会。有啲嗨嗨喎，蚊咬都好啊，老细系咪啊？蚊咬都冇，子弹嚟个，核弹嚟个粒，咁咪型咯。你蚊咬都唔会，唔系啊？你睇龙珠咧，龙珠佢只会举高只手，啲子弹停住晒。哦 ，Matrix 嚟噶嗰套系嘛？但系超人系夸张到咧，咩都唔做，叉住条腰。喂，咁最夸张系最诶对上一套Superman Return， 佢用眼珠顶粒子弹嘅，粒咗粒子弹系啊。哦，咁我好夸张啦，咪系啊！但系即系你叫我谂起咧，即系最即系夸张嘅电影咧，我即刻谂起咧，而家就一套咩咧？嗰套叫做《大灌篮》，系啊，咩大灌篮？边个咧？嗰套就系周杰伦歌嘅，周杰伦啊，周杰伦同埋灌篮，曾志伟冇错啦，叫《灌篮》《大灌篮》啊，《功夫灌篮》《功夫灌篮》啊，唔知系咪《大灌篮》？唔知《大灌篮》好似台湾名先叫《大灌篮》啫嘛，唔记得咁上下啦。咁讲咩？功夫加灌篮啦，系啦，话就系黄子华嘅《功夫加篮球》啦。系咪？黄子华成日都讲噶啦。咁点样玩法咧？就系话佢一个唔知咩门派嘅，唔知咩人啦。咁就俾人赶咗落山，唔知点样嘅。咁跟住就去咗阿曾志伟就发觉咗，哇！屌你老味咁卵嘅
劲嘅，射亲啲嘢都入窿嘅咁样，又系即又系阿陈二，唔系你对准咩？你唔系你话想翻少林足嗰剧情咯，即系阿吴孟达就见到阿周星驰就踢咩都可以入个垃圾桶嘅，佢就系嗰啲垃圾好大件都得，系啦，同埋跟住佢话咁啊，调翻转阿周杰伦咧就系射咩都可以入个垃圾桶嘅，一鸠样嘅，系冇分别。跟住但系咧去到后期嗰啲玩到系咩咧？哇！周杰伦又可以冰封个球场，咪出大绝啦佢，系啊，可以冰封个球场啦，时间停顿啦，系啊，呢啲咁嘅夸张嘢咧，哇！你谂下。真系唔得嘅，我自己嚟讲，我睇完之后觉得真系烂，即系我觉得夸张喺电影上，夸张过头，系啦，即系夸张系必然都会嘅。咁但系夸张得嚟，你有少少嘢系要符合翻个现实少少噶嘛，系咪？咁你先会觉得佢好睇，即系等于系一啲其他嘅戏啦或者电影啦，即系 TVB 啊。可能係啦，即係都有啲好誇張嘅場面嘅。其實之份，譬如你之前睇 TVB 有一套係張偉健，係同埋嗰個唔記得乜鬼嘢嘅，唔知咩少林，唔係又係咪功夫足球啊？少林足球啲 friend 嚟嘅，係叫佢得嗱，唔知點樣嘅咧？我哋公司嗰套，我迷失咗，係咪我哋公司嗰套？係我哋公司啊嘛，咩又係阿張偉健又係講足球踢波，係啊，林曉峰唔知咩八卦收收龍門嘅電視劇嚟噶嘛，電視劇嚟嘅，長到爆咁啊！有容祖兒有 Twins 噶嘛，我唔記得咗啦。總之就係話阿君如啊嘛，張偉健嗰啲射波，唔知咩粉紅碎星，唔知環繞地球三周半，唔知咩射球咁樣噶嘛，呢啲咪失實咯。系呢啲咪过分咯，系你打到咁俾人玩啫，咁你套戏咪变得好似好离地咯，唔系咁咯。讲到啲电视剧咧，其实 TVB 有一个即系里面嘅世界咧，好多嘢都好夸张嘅。例如咧 ，TVB 世界成日出现咗一样嘢，就系当譬如你有个 fan 死咗，即系去到呢套电视剧第二辑嘅时候咧，会有一个人好同佢好相似嘅，即系讲咪好相似啦，但其实同一个演员嚟噶嘛。但佢哋咧喺个世界里面咧系冇人有相似嘅，只有人有相同嘅啫。即系喺呢个《冲上云霄二》里面咧，阿苏怡咪死咗嘅，系我扑街，阿张智霖个妹同阿苏怡一样样嘅，又系阿胡杏儿，都系胡杏儿去扮嘅，系啊。咁但系你唔可以咁样讲噶嘛？呢啲唔关于夸唔夸张事，纯粹系人手不足啫。你将佢合理化佢嘅，即系话唔系啊？咁唔通嗱？唔通我拍戏？唔通胡杏儿唔开戏啊？唔系咯？你揾个字定系唔系？定系你觉得咁样嗱？咁啊，话说阿九文慧就做呢个九云慧，九云慧啊，九云慧，九云慧。做阿苏怡咯，咁跟住相似一个揾咩啊？龙小坤去做咁样啊？唔通整出嚟嘅啲嘢都系噶，都可以咁整出嚟嘅，真系得，真系要整啊？唔知啊，你咁样讲嘅话，真系要整，即系嗱，咁你赢咯。我唔明啊，你提呢样，但系因为真系我都唔明，我都唔明呢个关夸张咩事啊，老细？呢个系超现实，系超现实同夸张有冇关系啊？你有冇谂过？我觉得系冇关系。嗱，夸张大陆有套剧咧就好夸张嘅，你大家睇一睇。但系你未解释头先嗰个先喎，睇咗先啦，好啦。啊！呢个人哋改出嚟嘅，记唔记得头先撞车成个人飞出嚟？系呢啲咧就系佢喺度串紧大陆嗰啲人咧，就呢套剧咧好夸张。咁头先嗰场戏咧就系讲紧咧个男主角被车撞到，系嗱呢度见到架车啦，系哇！我睇咁多先，哇！哇！好卵正呢个，我即刻想睇呢套嘢。其实上月球都唔使，系啦，用都唔使一定火箭噶啦。喂喂喂，如果即系讲起夸张咧，有啲嘢咧系因为即系大陆戏嚟讲啦吓，点解会觉得佢好夸张咧？纯粹因为佢个特技做得好卵差啫。嗱，唔好讲特技啊，讲演技好唔好？演技其实演技又俾你睇啦。背脊有演技嘅，唔系嗱呢场戏咧就讲咧呢个男人咧好激气，睇下佢啦，拍台啦，哇几劲，手气到，哇嗱，因为系表现到佢好激气啦，好憎个橙啦，四个橙咁多，令到系冚家铲嘅呢度系，哇哇再必，哇呢个人嚟改嘅，北斗神拳，北斗爆铲拳啊，有500,000人睇啦呢个嘢。嗱呢啲咧系咩咧？系典型嗰啲咧，个演员唔够戏啊，即系唔够好戏啊，就所以要用啲周边嘢嚟话俾人听。其实一个演员好戏嘅话，即系秦沛咁样，佢可以佢一嬲个表情，佢加一个嬲嘅表情出嚟，加一个嬲嘅戏，其实啲人已经知道，哇系佢好嬲。呢啲就系可能演技唔够好，系咪呢个所以将所有嘢配搭啦，即系哇佢好嬲啊，所以佢点爆个橙，然之后佢好嬲啊，差啲打爆张台，用其他嘅嘢嚟话俾人听，其实佢而家好嬲。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即系呢个其实少少行内嘢都系讲啦，系啦，即系譬如我哋做 mixing 嘅时候咧，我哋成日都会话咧。好似唔夠開心喎，件事唔夠，即係個人講嘢唔夠開心喎。係，譬如我而家講嘢啦，我而家咧，其實我而家講嘢唔係唔係好開心啊，咁點算啊？係咁點？咁咪得咯，係咪？啊，幾開心 ？feel 到啊，個音樂幾咁開心啊！而家即刻咁歡就翻咗嚟啦，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襯落去嘅，好。
你教紧人嘢啊，俾啲面啊，好唔好啊？静咪好静心咁听紧你讲，上紧堂啊，而家即系可能系咁嘅方法啦，即系可能系话你讲嘢唔开心嘅，咁啊搵啲音乐开心啲嚟 feel 下咯。我、哦、你又唔开心啊，俾多两个耳返出嚟咯。即系总之，咁你成件事咧，即系太过多啲唔同嘅嘢夹埋一齐啊，你咪觉得佢好似好夸张咁样咯。即系咪嗰啲欢乐今宵咧拍掌声咧系会加多层音乐去拍掌噶嘛？唔系啊，系睇下你如果有一日你走去睇现场欢乐今宵咧，你会发现屌你老味冇人拍手掌嘅。唔系有嘅，系会有个监制上面，跟住啲人就拍手掌噶啦。唔系有时唔够噶嘛，真系会坚系唔够噶嘛，咁点算咧？咁啊，似乎啲拍掌声落去咯。咁呢啲咪咩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想夸张啲件事，令到啲人去感觉到个气氛咧系劲啲嘅。咁所以就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啊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即系头先嗰啲咧，纯粹系因为佢真系废废地啫，系咪啊？所以俾个编剧咁样或者监制咁样搞搞佢啫。系咩？佢演得好好啊，我觉得揸铲嗰口嗰个动感啊，我真系揸铲唔紧要，仲要整埋嗰啲兄弟冚家铲啊。忽與自平嘅呢啲嘢，咁但係電視劇嘅誇張咧，我覺得比較上係少啲嘅，即係有時好多都係香港啦，係嘛？你可能係香港啦，即係可能即係大陸會多啲咯。即係之前有套叫抗日抗戰唔知乜日、啊、抗日神劇嘅，即係我哋叫做咩抗日神兵類。老少成日都播啦呢套，係啊，全部係 X-Men 嚟噶嘛，全部有特別能力噶嘛。即係佢中間有一段咧，我記得好誇張嘅。你邊度我揾俾你啊？係嘛？我播住啦，你自己揾係嘛？冇啊，你應該唔得嘅，揾唔到，有排揾嘅，好難揾嘅。嗱，大家播少少片段，大家睇下啦，好冇？你讲咩啊？你又讲又讲，嗰段系讲乜嘢？你唔好咁嘥 check 咗落呢个啦。哇，呢个温思仲唔系夸张？哇，屌！哇，屌！一睇就知几神勇嘅。哇！呢啲真系爆！呢个有咩嘅？呢下咩？哇！呢个都正常嘅，呢个都正常。你踢得开又爆开啦佢，人哋剪过嚟。好闷啊！呢个谢飞呢个，走啦走啦，唔要。哇！揸爆佢个心啊！呢个呢个咩嚟噶？专心啊！唔见到。好似好流啊！呢啲唔好要啦。呢个咧？哇，好型喎！呢个点啊？呢个唔知射箭啩，唔知啊，我未睇过。佢射去边啊？我想知。唔知射去香港啩？可能。哇！屌呢个箭冇嘢睇啊，飞去啦！冇睇，冇睇，冇睇，飞去啦！嗰个系讲咩？点样夸张法呢？佢应该系为咗要交代个剧情，就系话一个女特工，中国女特工，好强悍嘅，一打十嘅咁样，就俾一班日兵围住咗。系。啊，咪强暴佢啊？系啦，强暴。你啱啱到啊？咪啱啱到咯。屌你！咁佢剪到咁卵碎，黐捻线。喺度啊！睇啊！喺度睇啊！系啦，强暴佢啦，强暴啦，强暴佢啦，系啦，嗱，见到狂巴系咩嚟咧？储紧气，系啦，出必嘅，系啦，要强暴完够气啦，佢先可以一个人反抽翻晒十个日兵，呢啲咪夸张咯？你嗱啲咪剪到碎晒咪唔好睇咯，冇咗个改叫嚟嘅，冇咗个味道咯。即系话上咩？就系话其实原来佢好捻好打嘅，系啦，咁即系话佢一可以打十个廿个咁添嘅，但系佢都一定要俾个情节系佢俾人奸捻咗先。系，如果佢唔奸系唔会出爆泄嘅。咁呢啲咪失失同埋誇張咯，所以即可能真係大陸係比較上多少少啦，香港嘅劇我話真係比較少見啲呢啲嘢嘅，係啦，最誇張唔係香港嘅劇其實都好誇張嘅，即係譬如好似我哋最近睇緊嘅《衝上雲霄》咁樣啦，其實有冇一個人真係可以挫到好似 Cool Man 咁樣？係咯，但係為咗塑造一個 Cool Man 好鮮明嘅性格，你咪要誇張咗佢咯，你誇張有啲咩方法俾佢啊？俾好多金句佢咯。然之后即系成日讲金句嘅呢个人，金句又算唔算夸张手法？金佢讲嗰啲金句好夸张啊！你明唔明啊？系即系譬如你讲两个，有一幕就系酷魔要拣副手，酷魔即系边个？酷魔即系张智霖，就要拣副手同佢一齐喺维港低飞表演咁样样，就系拣吴卓羲同埋马国明咁样，好啦，咁样拣嘅时候咧，然之后就系最后两个都拣晒咁样样啊，张智霖。咁后屘咧有个马国明同埋吴卓羲嘅朋友咧，就即系胡定欣，就走去咧即系表演完啦，就走去问酷魔啦，即系问张智霖啦。嗱，如果真系俾你拣一个，你要拣边个？系咁，然之后你知唔知酷魔点样答佢？即系张智霖点样答佢啦？系啦，张智霖点样答佢？唔知张智霖就答佢，蝙蝠侠如果要拣罗宾嘅话，你估会拣一个高佢一寸？定系同佢平头嘅，呆咗，好离地嘅呢个答案，其实好离地。但系最奇怪，胡定欣喺度笑，佢明喎，系啊，好离地。呢啲全部即系你平时人，我哋都喺度笑啊，而家笑佢戇鳩样啊。唔系咧，呢啲咪嗱，有啲人可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戇鳩嘅答法嚟嘅。呢啲其实就系一种夸张嘅手法，一个夸张手法令到阿张智霖酷魔呢个角色可以鲜明啲突出。再有后著啊嘛，仲要系啦，再后著第二集咧，跟住阿吴卓羲话好想跟你飞。跟住蝙蝠
好中心啊，罗宾你，罗宾暗中心系罗宾暗中心 ，Batman 好开心，系啊 ，Batman 好开心，佢延续落去嘅啲金句好正啊！嗱，呢啲咁乸浮夸，你平时唔乸会讲呢啲嘢噶嘛？呢啲就系浮夸咗嘅一啲金句，你咪容易啲入脑咯，你咪容易啲投入到佢哋嗰个世界，佢哋嗰个角色嗰个性格入边咯。所以其实浮夸系即系唔好话。浮夸啦，讲到其实夸张系必要嘅，尤其是咗你，但系要到位，系啦，要到位，系啦，即系你头先夸张到好似嗰啲抗日战争咁样样爆开个人，屌你，我真系唔捻明。但系如果个背景系话呢啲系改造人嚟嘅咧，得。哦，系嘛？即系因为已经脱离咗我啦嘛，我觉得我其实系佢嚟嘅啫嘛，只不过佢系大只少少，但系可以爆开一个人。系啊，但系你同我讲嗰个系 Superman 嚟嘅，系 Superman 都唔系我世界嘅人嚟。最紧要系咩咧？爆开咗之后冇血嘅，点解？你唔觉得好奇怪咩？明明成个人徒手爆开，佢有能力除咗大力之外，系尽快吸晒啲血嘅，所以你叫佢屋企啦，屋企好湿啊，抽一抽湿啊，唔该，黐孖筋，丧喺屋企系咁抹啊，一抹呢间屋又干晒啦。呢啲咪叫做夸张得嚟唔到位咯。喂，除咗电视剧之外咧，知唔知近嚟有个 MV 咧喺台湾度咧，成日俾人笑嘅一个 MV。系，不如大家不如一齐睇一睇先好吗？好。我想让你知道什么是爱。爱是你和我之间没有无奈，我想和你一起走到未来，爱是你和我之间不被取代，为你坏，为你改，都是爱。你的存在，你的对白，我就在这里等待，想着你在身边。唔系特登要去有啲笑声，呢个真系戇鳩嘅。去最尾嗰度啦。啊，唔系呢个冇剪噶，呢个冇剪有，冇剪嘅，冇嘅，你剪咗啦。呢一个系个笑话喺边咧？呢个就系话咧，啲人喺度串佢，哇！屌你啦，尾翻得咁夸张啊！翻车翻到嗰个反极都唔住，反极都唔落地嘅，系啦。所以网上边咧有条片嘅，系就系呢段系嘛？就系叫做咧一个 making of 啦，电影嘅制作 trailer 嚟嘅。系佢就完全改咗咧，就话呢套戏咧就唔知咩九空翻腾，唔知几多周半嗰啲 friend 咧，咁就话咧其实呢套新戏上映嘅啦，7月19号上映嘅啦，就系究竟。你可以翻屋企多次咧？系系啊，咁就成条咩？你又唔播又唔食，你想点样样啫？而家个位啊嘛，唉，你知唔知 key 咩落去啊？呢个即系如果你想我讲嘢，你应该拉细啲，因为唔好叫我讲嘢。Years from now, they're gonna ask, where were you when they took over the planet? You'll be fine, I promise. It's over. I'm sorry, but it's over.Faith in us, but never in yourselves. From here, the fight will be your own. Now, 好老实，我觉得呢条片。一啲都唔离地。如果佢呢套戏真系上演，系我坚会睇。即系呢个，所以话呢个世界不断进步噶。其实咧，刘子谦咧已经系做紧一件好夸张嘅事噶啦。就系个 MV 架地架车系唔会落地嘅，不断嘢转嘅。嗱，喂，本来个 MV 系离地嘅，系离地嘅。要分析嘅，其实佢用一个夸张嘅手法去表达一段关系，喺架车里面不断盘旋到最后落地嘅时候系点样样？系啦，系。但系个啲人。
我哋人类系觉得唔就咁系唔够嘅，所以我哋俾夸张发明咗一样仲劲嘅嘢，系咩咧？叫恶搞，爽碌住架车，地都唔俾佢落。但系问题嗱，我理解翻成件事啦，我调查翻成件，我物理学上研究啦，系佢俾一只狗。点解铲到个车咁高，然之后打个关到打冚到个咧？嗱，问一个问题先，系有冇车牌啊？冇。咁你讲乜捻嘢啫？咁正常啊嘛，你点解撞咧狗点飞得咁转啊？我问个有车牌嘅阿卡，你觉得咩啊？可唔可以被只狗会撞到咁样咧？觉得可以嘅，可以嘅，刘子谦可以，刘子谦可以嘅，得佢可以。佢可能计算咗，可能你即系佢吹下嚟噶嘛？咁、那个技术嗰啲位唔会俾你知噶嘛？好多嘢冇话俾你听噶，避开咗只狗，铲上咗路，搏照起咗一格，点不知有个嗰啲防撞栏再炒起咗架车，然之后可能咧啱啱咧食正咗一个windshare， 即系送上云霄二嘅风切风切电，风切变，咁就卷起咗架车。咁然之后呢，因为有向心力同埋离心力嘅，我都唔知道自己讲乜嘢啦，所以架车系会不断喺度。哇，好曲折，但系佢一个唔得，因为套戏个卖点系咩咧？佢系一个翻车嘅高手。系啊，咁应该翻车吧？即系呢一个咧，系唔应该系一个意外嚟嘅。系，所以唔应该即系点样铲上博嗰啲，我觉得赚啲，可能系要利用地面上佢见到有个石仔，系用个石仔嗰下点样挫壁力子，然之后又点样叫嗰下飞上去。我觉得大家都系偏见嚟嘅，系，我觉得绝对系偏见嚟。咁而家点样咧？大家回想一下，细个睇过一套卡通片，系叫《四驱兄弟》，系麦林旋风啊嘛，旋风麦林啊，系佢都系不断旋风麦林不捻断喺度转架车嘅啫，但系觉得哇，好好睇，动画好型啊嗰下，但系刘子谦嘅车又转咧。系咁卵戇鳩嘅，唔可能向四驅兄弟致敬啊！唔係四驅兄弟嗰個有解釋噶嘛？係因為架車升控啊，升控你要明白。我即係劉子謙啦，車裏邊轉轉轉轉轉，大家有冇睇清楚劉子謙嘅手嗰度有個紋身噶嘛？其實唔係一個東字嚟嘅，正片其實是一個轉字。嗰個年頭字睇唔明啊，係你一次嘛嘅。